就如我刚刚说的，真兴奋真紧张又挺有意思的。新技能吗？我刚刚看了大家好像说我就是直播带货还是挺厉害的，感觉还不错。然后今天呢就是实名点赞一下一子的彩虹屁，真的挺厉害。帅气又美丽，可爱又调皮，护肤伊贝诗，让你变美丽。护肤最注重的吗？每一步，就是精致的像猪一样的男孩吗？日常护肤吗？日常护肤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每一步都不能落，然后，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精华和乳液，我最喜欢的是伊贝诗的鱼子酱精华，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精华吧，因为它可以均匀自己的肤色，然后可以抗氧提亮，然后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或者说生活的一个环境下都可以能够使用到。变成孙悟空我就可以了，就尽量的去平衡嘛。最近有在写新歌，然后会在未来的一个合适的机会一首一首跟大家见面吧。其实我的厨艺很一般，只是说我可能就会做那几个菜，就是我可能最喜欢煲汤，因为煲汤其实真的比较相对来说没那么困难，然后大家最好还是要自己多做做饭啊，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些。躺着过了休息信条。最近在听的歌好多个，新解锁的技能自驾游，火锅还是烧烤？火锅，适合睡，天生的。